结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看看我们这儿的天气现在好不好？多蓝的天，然后这雪已经化的差不多了。现在，然后上我奶家那吃饭去。今天还有好多活要干呢。蹦的蹦的，还有两个水桶啊。这儿有两个水桶，这装点水儿。那个振膜快没了吧？就剩这点儿了，那有几十斤儿。这点慢点，容易崩着身上。让他回一下子，劲儿就小。哦，我爸冻顶那个抻的那个，不是一点没了，有没有水了？没有水了，没有了，这边的雪都化没了。水，我给你看，搁门口就行。搁这门口，到时候看完就搁里了。鸡头拿回来拿回去，一会儿搁这儿也行，一回来还得回来，一会儿反正还得回来。星星，来油木耳来了。那个谁，大爷今天好像请假了，一会儿我回来把包给打包的。你能打吗？能打就打呗，慢慢打呗。行。我一会儿吃完饭，我一会儿再打。好。哎呀！继续出发，上县城。就这个位置，接下来是远东物流的。慢点，是不前面了，前面了。那个到底对，前面这个白车，两个白车这儿，这个口这儿，对。滨南物流那儿。对，滨南物流。他先搬这儿来了，直接开进去就行。哎呀，我找找啊，他这好像没有呢。应该是。飘轻。啊，对对对，那就是他，飘轻的就是。对，上至尾盒，对，是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啊，旗舰，不对呀，啊，艾森那收货人，是我，他是发货人，这是他以前的，应该是五件啊，不是旗舰，对，五件。又回来啦，这今天的包裹有点多呀。这才几个？六个、八个、十个，然后二十，不到二十个。现在是淡季，然后订单就少。哎呀，整不了啊！这准备直播一会儿，卖会儿货。谢谢芒果人的他们团购，第一个好事先。这个不好意思，这直播了一会儿，看啊，变多了吧？之前二十来单，现在能有，这些能有四五十单了，多卖了是不是将近有二三十单？接下来回家了就，打完包了。哎，豆腐，回家做豆腐吃呗。就刚才直播振膜给大家优惠了10块钱，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。像我们这天也快越来越热了，大家要说这种振膜呀，像蜂蜜啊，都尽量给它搁在低温的环境下。像天热，它那玩意儿野生的就容易生虫的。跟大家说一声正好。哎呀，到家了，咋的，在这儿挑木耳呢？现在外面不暖暖和吗？现在外面比屋里暖和啊！屋它冻得。
黏膜。这是黏膜。嗯。啊、嗯，这是哪个木耳啊？这个我就是挑那个咱那挑出来那个小的，筛出来的那个小的。哦。筛底的，把那个大的挑出来泡的，这挺好的，你看。嗯，这泡出来挺好看的。嗯。这天越来越暖和了，越来越好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